大家好，我是胖仔，今天烤鸭回来整一只烤鸭，来个鸭腿吃。然后又炸了一个即将快糊的花生米，来上一杯二锅头。来 Cheers。 不是，我又绑了一声。干杯。现在是晚上的9:30，非常的整啊，非常的整。来个鸭腿。刚才忘了说时间。